起码有。他们家的菜做得很好，嗯，尤其是那种辣的味道的菜，味道非常正宗。什么时候有机会带你去尝尝？好啊，下回咱们去。哈喽，邹凯，这么巧啊。啊，对了，给你们介绍一下，这位是凯旋地产的老总邹凯，这位是我的好朋友，刚从美国回来的，我请他过来吃个饭。你好。对了，不打扰你们的私人生活了，走吧。一会儿我们去哪儿啊？都可以啊，听你安排喽。这么看着我干嘛？你是故意给我看的。这跟我有什么关系啊？想不到你是这样的人。你们都没有错，错的人是我。慢点，慢点，啊，来，啊，慢，慢点，慢点。小心，小心，慢点，别摔了。来，慢点。站住，妈。你又喝多了，高蜜，你怎么回事啊？你不看着他点，让他喝那么多。妈，妈，我没喝多。那妈，我照顾他，你先去休息吧。妈，忍住，忍住，忍住。这边啊。这段时间别给我打电话了。
老公慢走，注意安全啊，拜拜。首战告捷。你就等着听我胜利的好消息吧。啦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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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帮我约一下陈律师，今天我要见他。周总，成万公司的计划书已经做好了，万全地产那边的合作也已经发出了新的意向。你先出去吧。好的。阿姨今天就出院了，这些书呢全部送给你了。阿姨，你还会来看我的吗？当然，一定要来看西西的啊。嗯，阿姨，你要记得给我带好多书哦。嗯，每次出新的，阿姨就给你送来。王医生，今天37床高红旗出院了，你要不要去看一眼？嗯，可以。来，这给你。西西，爸爸，爸爸，这就是我跟你说的阿姨，是你女儿啊？阿姨，你认识我爸爸？嗯，我是你爸爸的病人。太好了，原来你们早就认识了。西西，啊，来，看看，已经到了吃药的时间了，好吗？哦、一会儿护士姐姐又要找你，快去。走吧，西西。阿姨，高阿姨再见。再见，西西。
你女儿挺聪明的，也挺可爱。你今天就出院是吧？嗯。你以后离西西远一点。你什么意思啊？没什么意思。他是个孩子，也是个病人。你千万不要让他做那些不切实际的梦，也不要把你那些奇奇怪怪的思想灌输给他。王大全，你从来都没有想过你女儿有一天会病好出院，对吧？你想让她在医院住一辈子吧？你什么意思呀？她是个病人，可她也是个孩子，她难道不应该跟所有的孩子一样都有自己的梦想吗？你问过她吗？问过西西吗？她喜欢做什么？以后想干什么？如果有一天她出院了，你不应该跟她一起去完成她的梦想吗？而不是只把他当成一个病人。醒醒！哎，醒醒！几点这是？我都该上班了，你说几点了？哎呦，给你买的键盘沙水饺，记得吃啊！哎呀，困死我了！不行，我手机在楼下呢，来看一眼。昨天几点睡的呀？哎，坏了坏了！我媳妇给我打好几个电话，这回是不回啊？我说什么呀？我说，你这谎再扯事儿可就大了啊！你现在不光背着刘爱去邢南公司上班，还夜不归宿，不就画个图吗？回家画怎么了呢？图上没写邢南公司的名字。我不是怕穿帮吗？我心虚啊。那这也不是个长久的事儿啊。那你说我能怎么办？我能怎么办？哎。我不接你接，不是，那我接了。哎，喂，嫂子，阳光跟我在一块儿呢，跟我在一起，你放心吧啊，你稍等啊，嫂子。喂，哎，老爸，干嘛呢？忙着呢，对，我帮大刘干点事儿，对。他忙不过来，对，你就放心吧啊！告诉你吧，就你跟大刘在一块儿，我才不放心呢。啊，我知道，放心吧。大哥，你今天能不能早点回家呀？我想吃红烧肉。今天呢？嗯。那么，今天恐怕不行，大刘这边事儿还没忙完呢。那还有多久能忙完啊？还有一会儿，弄完就得了啊！对，非让我过来。我不管啊，反正我要吃红烧肉，你早点回来。好，哎，放心。哎，
你家刘爱真是的，跟我在一起有什么不放心的？不是，他呀特意跟我说的，就是觉得我跟你在一块儿，他才不放心的。啊，我那么没有安全感吗？不跟你废话了，我先回去了。杨哥，怎么感觉你这几天挺累的？要注意身体啊！好，你签到，谢谢。杨总早。杨总早。早，杨总。杨总早。杨工，去吃饭吗？哎，我不去了，你们去吧，我还有点事。哎，那个 PPT 有个设计图，它现在显示不出来了。你能给我再发一份吗？不是，我这儿也没有啊，在大刘那儿，在他电脑里呢。哎，你平时不是都会带那个备份硬盘的吗？不是，咱们之前不是都谈好原则了吗？我上班的时候不能给你工作啊。我知道，可是我现在不是着急吗？对方说如果下午看了没什么问题，明后天说不定就有好消息了。杨哥，你去帮帮忙吧，我现在特别着急。而且现在也是午休时间，发个邮件应该没什么问题吧？啊，行行，那我看看啊，我看看，先挂了。嗯，什么意思啊？离婚？为什么离婚？不是你提的离婚吗？我同意了呀。你是不是因为那天看到汪宇有别的男人，你就迁怒于我是吗？你停，高敏，咱俩的事就是咱俩的事，不要提别人行吗？还有，我警告你，不要利用离婚和拿离婚开玩笑。我那天我没有想清楚。可是我想清楚了，签字。你们俩干什么呢？你们俩要干嘛？离婚？你们俩过家家呢是吧？当初你们俩结婚的时候说结就结，也没跟我说一声，现在说离就离啊，儿戏啊，你想干什么？我问你。妈，这是我的事儿，你能不能不参与了？我告诉你，你是我儿子，这事儿我管定了。还有，我跟你说啊，高蜜现在肚子里怀了你的孩子了，你别惹她生气啊！万一她要出了什么事儿的话，我这辈子都不会饶了你的。你给我老实点！你真的决定了吗？这么长时间以来，你的工作表现一直十分出色。作为你的上司和朋友，你离开，我认为这是我们公司的一个巨大损失。
公司愿意为你破例，你说你要专心养病，可以先办停薪留职，等到你恢复的差不多了还可以再回来。我就是不想给自己留任何的后路，我想彻彻底底的放松一下。你也知道这段时间我经历了很多事情，也想明白了好多事。有的时候人吧，走得太急反而失去的更多，我想停一停。下，也没在卫生间啊！哎呦，西西藏哪儿了呢？嘿，啊，找到你了！阿姨，你吓我一跳！快出来，你怎么藏在这儿了？哎，最近爸爸老念我，护士姐姐也老念我，他们一会儿会让我吃饭。一会儿让我休息，一会儿让我吃药，我没时间画画了。你在画什么？拿给阿姨看看。我在画艾莎的斗篷呢。哦，这是我给她设计的。她是个女王，对不对？嗯，她特别酷。阿姨帮你改改好不好？嗯，好。这个颜色。看，是不是更像女王了？嗯，变得更好看了。西西啊，嗯，咱们之前是不是都约好了，要快点把病治好，然后赶紧出院啊？嗯，对啊。那你怎么不吃东西呢？你不吃饭，身体里的小战士怎么能战胜疾病呢？阿姨，你当我几岁啊？拿这些事情来骗我？反正啊，我写不出稿子的时候呢，我就猛吃东西，要吃很多好吃的东西，这样呢就补充了能量，脑子就开心了，我就可以写出稿子了。真的？嗯，你要不要试试？我试试。你试试哈。嗯。来，我要补充很多能量。我们先喝口汤洗洗嘞。嗯，汤。来，好喝。好喝吗？嗯。好，吃吧。西西，嗯，以后阿姨不来的时候，你可以一个人吃饭吗？可以。那我们拉钩。哎，拉钩上吊100年不许变，谁变谁是小狗。对，谁是小狗？盖章。哎，吃吧。嗯。慢点，慢点，慢点，千万不要碰了啊！哎，姐，哎呀，干嘛呢？公司小，东西堆不过来，只能放门口了。等我下午清点完了，我立马放到仓库去啊。这都什么呀？这是？哈，您还不知道吧？自从您拿下舒克项目之后呀，我们在业内就火了。现在唯品会来找我们，给他做营销宣传。不错啊，可以啊。嗯、可是这个，我知道您的规矩多。甭管多大多有名的品牌，他送来的东西啊，我们都要亲自验看。嗯，口碑是我们第一要保证的。可以啊，有点我的风范了。姐，你别笑我了，我呀就跟您学点皮毛，回头要跟您学的东西啊太多了。行了，别耍嘴了，整理一下资料发给我，咱俩研究一下报价和推广。
白血病不是也能治吗？不是换骨髓就行吗？不是，我跟邹凯现在这样，你们帮我出出主意呗。他都这样了，你还是不想离开他是吗？我不是不想离开，我是不甘心就这么离开。我之前没走到这一步的时候不明白，可是我现在有了孩子不一样了，我得争一争。我觉得你要想清楚啊，值不值得你爱。谁说我要爱他了？姐，我要直到今天我还看不清楚，那我高明就真的傻。那还废什么话呀，撤呀。像我一样修身养性，自由自在，一个字，美。姐，我刚刚跟你说了这么多，你怎么还是不明白呀？我就这么撤了，不正中邹凯下怀吗？我不走，我还要大着肚子在邹家大摇大摆地走着，我看他能忍我到几时。等他邹凯忍不了我的那一天，就是他付出代价的那一天。我听明白了，高大小姐，你是想用孩子套牢他，对吗？怎么可能啊，姐，你觉得邹凯是那种人吗？不过我肚子里的现在可是邹家的孙子，那可是金伯伯，如果到时候真谈离婚，那我至少也有谈离婚的资本。我觉得你这步棋有点险啊，弄不好你就会引火上身。再说你不是都想好了吗？也不要他们家钱。是啊，我是没想要，其实我靠我自己我也可以过得挺好的，可是我就是咽不下这口气。这凭什么邹凯他想结婚就结，他想离就离？姐，我决定了，我要把孩子生下来。秘密，绝对不能让邹凯这么轻飘飘的把我踢开。我觉得你应该冷静一点，你现在有点太冲动了，理智一点，咱们从长计议，是不是高大上？啊，对，是。什么呀？就是啊，是啊，我们刚才说什么了？就是啊，高大上，我出了这么大的事儿，渣男要跟我离婚，你一点反应都没有，你是不是根本就不关心我？你且离不了呢，别瞎折腾了啊！今天我还有事儿，改天再和你们约。不行。坐那儿，坐那儿。我真有事儿，正事儿，特别重要的事儿。我得赶紧去看看那个孩子。谁呀？谁呀？王大全女儿。你们俩不要这样好不好？高大上，你们俩都发展到这步了。哪步呀？不是，我跟他什么都没有。我的天哪！王大全的女儿西西今年十岁，得了白血病。他妈妈又不要他了，多可怜啊！我这不是正帮着联系专家呢吗？高大上，你是不是对王大全动心了呀？凭什么呀？他哪点值得我动心啊？凭我对你的了解。您已经动心了。嗯，拜托你们俩别这么细多好不好？不管怎么说我还是你们俩长辈呢，别没大没小的啊。长辈长辈慢走。可以呀。他姐，我怎么办啊？怎么说不明白了是吧？你不回来我怎么睡？哎呀，怎么不睡觉？怎么最近都这么晚回来呀？啊，那是现在项目太多了，催得又急。哎，我跟你说个好消息啊！啊，秘密怀孕了。又怀了？嗯，这回是真的。怎么说？
说话呢，当然是真的了。是，他真的好，我替他高兴。哎，挺好。怎么？什么情况？老公，突然多愁善感起来，嗯？老公，说要不是因为我输，我们也不会失去之前的宝宝。哎，真的没怪过我吗？发生的已经发生了，过去的事提他干嘛？我怪你也没有用，对不对？咱们得朝前看，咱俩组建的家庭，好事坏事都得咱们自己去分担。再说咱们也年轻啊，还要的是机会，是吧？相信我，我们一定会再有我们的宝宝。那是肯定的，一年俩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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我知道你现在心里怎么想的，等你生完孩子之后，我会补偿你的。补偿？直说吧，多少钱？原来你一直以为我跟你在一起是为了钱，是吧？不然呢？很好，很好。我本来以为我可以图感情的，无所谓了，你爱怎么想怎么想。谢谢。手滑了，手滑了，请大家喝水，剩的半箱都给你拿回来了，没吓到你们阳光，是不是吓得小心脏扑通扑通的？没事没事。哎，阳光，我问你个事儿，现在凯旋地产的事情不归您负责了，赵总是不是又给您安排什么别的新任务了？赵总没给我安排其他项目，怎么了？没事没事，我看您最近感觉很疲劳，您多注意身体，您可是我们的顶梁柱啊。谢谢关心。你看你，就是这么客气。凯旋地产的事情，我还多向您请教呢。有什么需要随时来找我。我不是怕打扰你休息吗？没关系，再睡会儿啊。好，渴了喝饮料。好，谢谢。西西怎么样？西西这两天状态特别好，吃饭也特别好，刚刚还拉着我要跟我设计衣服呢。我好久没看他这么开心过了。是吗？嗯，你进去看一下吧。好，王医生再见。
突然想起学英语了，人家纪梵希十岁的时候就想举办自己的一场秀，那我以后要是去办秀到国外去，不跟人家说话吗？到时候什么都听不懂，多尴尬。有道理。高阿姨说了，人的梦想有多大，将来的舞台就有多大，我现在做的这一切都是为了以后能实现我梦想做准备呢。我说的不对？对对对，非常对。哎呀，什么情况啊？今天下班这么早？给自己放了个假。放假了？啊，那回家陪你媳妇儿去了，跑我这来干嘛呀？你都放假了，说明齐楠妹妹也放假了。你回家好好陪你媳妇儿，我呢去约我的齐楠妹妹。要不然啊，被人约走了，那可就得不偿失了。哎，我找你有事儿。什么事儿啊？我辞职了。你不在齐楠那做兼职了？不是。那什么事儿啊？尊敬的领导您好。哎，杨光，你不知道我姓赵啊？你说咱们现在玩的挺好的，辞什么职啊？啊？你看看你啊，你现在也是公司的老人了啊，也经历了那么多事情，不就是那个项目一时换了别人了吗？你不至于就因为这么点事儿你就想不开了吧？再考虑考虑好吗？赵总，不光是这个事儿，我是真觉得，就我现在的状况，不太适合继续在公司干下去了。怎么不适合在我这儿干呢？我看你现在状况很好啊。哦，对了，你是不是想涨工资啊？哎，是啊，涨工资这个事情想一想是可以理解的，但是最近不行啊，公司最近资金紧张啊，我一时半会儿的还没有这个能力给你们涨工资啊。哎，不过你有这个能力啊，你回头你在外面再给我弄几个大项目进来好好干几个啊，你前途无量啊，挣了钱以后我可以给你们涨工资。赵总，哎，其实干私活那个事儿跟齐楠一点关系都没有，是我自己接的，真的。而且最近我手头上也没什么活干，我也在外边接了点私活，做了点兼职。这事儿你打算怎么跟刘爱说呀？不知道，所以才找你。哎呦，你平时什么事儿不跟我说都可以，辞职这么大事儿你怎么就不知道跟我商量一下呢？你觉得这事儿能瞒多久？怎么办呢？都习惯了，这个呢是你的一贯作风，接下来就看你怎么过刘爱那关吧。闷声不响的净干些大事儿，走一步看一步呗。
不用跟我解释，我现在我回家就去问去。如果他真有这事儿，我认人了；如果他没有，我跟你没完。我告诉你，妈，六爷来了，怎么了？舅妈先走了啊。舅妈怎么了？完了完了，这回真惹急眼了。我不小心把周凯外边有人的事跟他说了，他说我妒忌他，然后他还退队了，真急了。我不是跟您说了吗？什么都能说，这事儿不能说。我知道我错了，我最不该说。这是不是他气人呀、啊，亲爱的？一天到晚的挤着咱们，然后就狂显摆他们，说什么周凯呀、啊、有钱呀、啊，什么人好啊。我最受不了的是，他说你跟阳光两个什么全有，哪儿都挺好，就是穷没钱。那人家说的是实话呀。实话也不能这么说呀，当着我说。妈，你这，哎呀，完了，这回彻底完了。哎呀。杨工，对，杨公子，对，早。杨公子，哎，杨公子，哎，心里话，我是过不了心里这个坎儿。本来呢，我是想把凯旋地产那个项目做完了，然后再离开。可是吧，中途就换人了，所以我一想，我这拿着公司的工资，这还老干着你这儿的活，实在是太别扭了，所以我干脆就辞职了。没事儿，辞就辞了呗，我这多好呀。哎，我帮你收拾东西。啊，不用不用，东西不多。没事没事。这什么时候照的呀、啊？这么年轻。啊，这个是我大四，他大一的时候。都这么久了，你们感情还这么好啊？真羡慕。你没看我们吵架的时候？性格这么好，还要跟嫂子吵架？谁还没个脾气啊？对了。你辞职的事儿，有跟嫂子商量过吗？还没说呢。那要不要我帮你去说？不不不用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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真不用，我自己说。我找合适的机会自己会跟他说的。你别激动，你别气啊！来来来，那个，你还跟大姑说什么了？我当然说他没安好心眼了。刘爱也没看住，弄个劳碌命。我跟你说呀，他就是见不得你嫁得好，故意找个借口编排周凯，说周凯呀在外边有外遇呀，出轨呀。哼，真是的，人周凯什么人呢？人天生有钱人。人什么世面没见过，什么女人没见过，哼，要出轨还等到今天吗？我跟你说，我今天就把话给撂在这儿，我的好女婿要是能出轨呀、啊、我陈萍萍三个字倒着写。哼，妈别气了啊，我给你按按。气别气啊，幸好你没发更多的誓。啊，你可别吓唬妈。嗯，没有没有，我给您按按。不是，哎，蜜儿，来来来，你坐着，你坐着。其实周凯这个人呐、啊，他不错，他
他呀，就是老板当惯了，有时候脾气大了点儿。他有，哎，等等，哎呦，哎，我这心里怎么那么慌慌啊？哎，咪咪啊，那个，你看着妈的眼睛，你告诉妈，走开他。妈，哎，你说呀，咪咪，哎咪，你跟我说呀，咪啊，到底怎么回事啊？哎呦，你快跟我说呀！啊，那邹凯在外面真的有人了。好你个邹凯啊，亏得我平时这么信任你，你居然做出这种事情来！米娅，咱们不能咽下这口气，你马上给你爸打电话，我们俩给你出头去。阿妈，你把刀放下。电话呀，妈，不能打！你冷静点听我说，这不能打电话，不能让我爸知道，让我爸知道也就是多一个人替我担心而已。不是，那不一样，要让宗凯知道，我女儿不是白给他们欺负的。妈，我知道你为我操心，但是真的不能去。你跟我爸如果就这么去了的话，那我跟宗凯，我们就真的彻底黄了。且不说。他们家大业大，那么多司机佣人保姆，你们是不是能打得过？就算你跟我爸真的去了，把邹凯打了一顿，顶多就是出一口恶气。那之后呢？你有想过之后怎么办吗？你难道真的忍心看我爸每天辛辛苦苦在外面拉活，养活我们一家四口啊？那现在也不能什么都不做呀，妈，您先别着急啊，你看着我，你看着我的眼睛哦，看着，看着，你相信我吗？相信，相信我是吧？那你慢慢听我说好不好？哦，说。妈，首先，这件事情。绝对不能让我爸知道。那这这么大的事儿，事情既然已经发生了，我们现在哭啊闹啊都没有用，对不对？哦，其实实话跟您讲吧，我知道这件事情已经有一段时间了，之前我也想过试图去感化他，可是您多聪明啊，你看您一眼就看出来了，邹凯是什么人呀？他见过那么多大世面，如果他能轻易被感化，怎么会轮到我高蜜跟他结婚啊，对吧？哎呀，所以这件事情啊，也怨不得别人，要怨就怨我自己。当初是我自己心甘情愿，非死皮赖脸的瞒着你跟我爸，自己去偷户口本，非要跟邹凯结婚呢。哎，要不说当时你爸不同意呢，看来他是对的。爸是对的。把见多识广啊，所以我们就更不能让他知道了。那你打算现在怎么办呢？先拖着。拖着？那你肚子里的孩子呢？就是因为现在有宝宝了，所以我想拖着。其实我是在想这段时间安安静静的，什么都别去多想。给宝宝一个好的环境，给他一个好的胎教，然后做好我做妈妈分内的事情。也好也好，现在呀咱们就安安静静的先把孩子生下来，然后再去找他们家好好聊聊。只是这段时间委屈你了，闺女。哎呦妈，你怎么又梨花带雨的，你干嘛呀？你跟我演戏呢是吗？坚强，你跟我说过坚强对不对？而且这委屈什么呀？来摸摸摸摸，是吧？我们要变成一家四口了，而且不还有你跟我爸罩着我吗？咱们什么都不怕。对，不怕。对，开开心心的。而且这也是我自己活该，之前我不老跟我爸顶嘴吗？说什么我都不听。这下好了，我这我自己刨的坑，那我长个记性，我自己吐血把它给填上。哎，你看你又来了，
你跟妞来了，妞来，行了行了行了，乖哦，乖乖乖乖，来来来来，给姥姥倒杯水，来，姥姥喝水，姥姥喝水，姥姥你怎么哭哭啼啼的？这宝宝知道他姥姥哭鼻子了。哦，姥姥，不哭，喝水啊。不哭不哭，不哭了啊，不哭。老公，在公司呢吗？我去找你，晚上咱俩一起吃火锅。什么公司啊？什么哪个公司啊？啊不不，我不是那个意思，我是说我现在不在公司。那你在哪儿啊？我在大刘公司呢，我们俩谈合作呢，老婆。你在大刘那儿啊？可以，没问题，我离他那儿近，我找你去。不用，老婆，不用不用，你这样，你直接去吃饭地方等我好吗？我马上就过来啊。哎呀，说好了我找你，你等我，马上到。哎，不是，老婆。喂，喂，师傅，还有多久能到？你不看到了，在那边等住了。这能不能想办法绕绕啊？我这也着急啊，两边全是车，我总不能飞过去吧？哎，师傅，钱给您了。哎，喂，哎，大刘，我跟你说啊，我跟我媳妇说，我现在在你公司呢。对，她现在过去了，她比我先到，你帮我扛一会儿啊。哎，闪开，闪开，闪开。哎，不好意思，过一下。哎，哎。嫂子来了，来快进快进。哎呦，你看你来就来呗，还不给我买什么东西啊？别臭美了，那是给我老公买的。我老公呢？刚才还在这儿呢，我去看看。好。在这儿呢。你这是刚到啊？上厕所了，太热了。上厕所掉马桶里了，全是水。就是太热了，我洗了个脸。哦，太热了。上厕所还用背包吗？哎哎哎，我就说你在我们公司就跟自己家一样，对吧？你老背这个破包干嘛呢？总怕我窃取他们公司商业机密，真是。阳光，腿怎么还软了？蹲的时间太长了，有点麻。麻了？哪条腿？我帮你揉揉。不用不用，老婆不用了。这是公众场合，咱们赶紧回去。哪儿麻？我先走。你买东西，你们拿走吧，走吧。没事。是这条腿，哪条腿？你告诉我哪条腿，帮你揉一揉。慢走啊，嫂子，我先走。哎，走走走走走，哎哎哎，慢走啊，嫂子。
了吧。老公，你今天骗我了。没有，怎么可能？那你今天是几点钟去的他们公司呢？两三点好像。网上说，一个人的眼睛向左转，说明他在思考问题；向右转，是在撒谎。你刚刚回答我问题的时候，你的眼睛向左看，没撒谎。哥哥。老公，不看书了。不看了，心理压力太大，还是睡觉。喂。喂，红七，是我的喂。有事吗？你这么删掉了我的微信啊？我没必要留着。OK， 你最近怎么样？我真的想了你。我过得好极了，没事别总给我打电话。高蜜、妈，你这是要去哪儿啊？我报了产前训练班，我今天可能晚点回家。哎呦，那就请个私教到家里来教嘛，你干嘛还要出去啊？没事儿，训练班人多，可以交流经验嘛。那这样你小心点啊，别累着了，听见没有？听见了，放心吧，我听人家说产前多运动有助于顺产的。哦，哎，高蜜，这样我陪你去吧，你等等我，我去拿衣服啊。啊，不要因为是孕妇就吝啬你们的力气，在有效的范围内加大运动量，对你们和宝宝都有很大的帮助，行吗？行。哎，高蜜，那个腿抬高一点。哦，高一点。还要高啊？这位是？是我婆婆。哦，你好。这么做真的不会影响宝宝吗？不会，非常的安全。陪着孕妇来做运动啊，无论是动作的配合还是孕妇的沟通方面都会好一些，希望您常来，也希望他的先生可以抽空来。哦，我儿子平时工作挺忙的，不过这样吧，下个礼拜我肯定让他过来陪他。好的。好，大家放松，今天上午呢上半部分的课程已经结束了。怎么样，大家休息20分钟，没事，开始伸展训练。没事。你看你流了那么多汗，大家适当的补充能量。没事没事，切记不要吃得太饱，解散，谢谢大家。我跟你说啊，我这老胳膊老腿真是不行了。哎，我跟你说，我不能跟你们年轻人比，我这练一天得缓三天。哎，妈，今天辛苦你了，先擦擦汗。哎，对了，我还准备了水果，还有小点心，这个是我自己做的。都是你自己准备的啊？哦，真能干。我给您弄点水果吃。哎，来来，我自己来。主要上次我做产检，然后医生说我有点低血糖，你也看到了，其实刚才运动量挺大的，是吧？我觉得我想在这个节骨眼上安全第一，而且我怕饿着孩子，我就准备挺多的。那你低血糖的事情，邹凯他不知道啊？他不知道，我没跟他说。再说这是小事儿，我自己多注意就行了。那你应该告诉他，他毕竟是孩子的爸爸。我跟你说，邹凯他工作是很忙，但是生孩子是一件特别大的事情，他不能一点都不操心。我跟你说，我这个当亲妈的都看不过去。哎呦，妈，哪有你说的那么严重？我就不希望这点小事让他分心。
妈呢是过来人，我就跟你说一个真理啊，男人都是女人惯出来的，你越是什么事情都自己做，他越觉得哎我什么都不用管了。你就从今天开始回家以后什么家务活都让他干，记住了啊，他是孩子的亲爸不是后爸，明白吗？妈，你要笑死我了！行，我明白了，我记住了。哎，来，你尝尝这个。这是米奇豆沙包吗？对，这个耳朵可好吃了。哦，看起来不错啊。那我尝尝啊。嗯，这上次本来我就买了，但是还没给您尝过呢。今天正好给您尝尝。嗯，挺香的啊。嗯嗯，挺好吃的。昨天晚上我媳妇那个叫神我啊！我跟你说，要不是我心理素质过硬，我可能就真招了。啊。哎，我跟你说话，你听见没有啊？齐楠什么时候来？谁说齐楠要来了？他不来啊！啊，那我来干嘛呀？每天上班齁累的，我走了。哎，嘿，坐坐坐坐，干什么呢？你这重色轻友太明显了，一点都不带掩饰的。我掩饰了，没掩饰住。不是，跟你说正经的呢，你帮我想想办法，就是我在齐楠公司上班这事儿，我怎么跟我老婆交代？啊，还没说呢。啊。喝喝喝什么喝？你赶紧给我出出主意啊！可以啊，给您跪下吧。我这找你找谈正经。跪还是不跪？来，你跪了啊，跪了，我还请你吃饭，好吧？啊，勉强算过了啊。其实很简单，你就实话实说，工作没了还找不到工作，齐楠的工资又高，还分股权，所以你就来。不是你废什么话呀？这办法要灵的话，我还找你出什么主意啊？我说的没错呀，不是废话。不是，我跟你说啊，这事儿要是其他人的公司一点问题都没有，可偏偏就是齐楠的公司。而且我跟齐楠拜把子那事儿吧，你看我老婆跟我闹过一回，这回实在过不去了。该，该出事了吧？我再教你一招啊，前面的话你都正常说啊。如果刘爱生气了，你就说别担心，大刘跟齐楠是一对。怎么可能啊？那时间长了穿帮怎么办？穿不了帮，穿帮之前我都把齐楠追到手了。你有那本事？我怎么就没这本事了？你就不能怕我点好？我问你啊，除了这招以外，你还有别的更好的法子吗？也是，就是说嘛，兄弟都被你两肋插刀了，你这一顿饭肯定是不够请的，你还得多请几个。还两肋插刀呢？别插刀了，这么多签子你慢慢插吧。书还给你。王大全。啊。你进来一下。好。上边有几本杂志是给西西的，你拿下来给带回去。对称，今年流行，你不知道吗？告辞了。你找我？你那个新的设计方案我看过了，真牛！师傅，给你点个赞。好。
那就是一草图，你要打算按那路子走呢，我就再好好弄一下。嗯。啊，你这干嘛呢？在这。啊，我这之前不是看你做模型来着吗？所以我就想试试，然后就找那个设计部的图纸，就自己弄了弄。但我总觉得好像哪儿不对劲儿，缺点什么。你还有这闲情逸致啊？啊。啊，那你慢慢弄。嗯。哎，师傅。啊。你不帮我一下？我帮你。啊。怎么帮啊？我这都弄了好多天了，你帮我一下吧，帮我看看是哪出了问题。哎，你师傅，你帮我一下，快快快！我这都弄了好长时间。这放错了吧？啊？你结构有问题，有图纸吗？把图纸找上来。哎，图纸有吗？哦，有。啊！哎呀，这什么呀？师傅，哎呀，哇！我不小心的。胶水吧。你等我一下，你等我一下。赶紧拿纸，拿纸。啊，好。不行，拿纸不行。啊、我自己洗一下就。啊、你别管。你等会儿呀。你说这一次对我们来说非常重要，绝对不能出现问题，知道吗？资料都准备好了没？行，我知道了，那咱们车站见啊。好，再见。我身份证呢？小姐，请问您找谁？我找阳光。好的，稍等，给您看一下。不好意思，好像没有这个人。设计部的阳光。那我再给您看一下。他是你们这儿的老员工了，十几年了。确实没有。要不这样吧，你呢，打他的分机号码3337。好的。喂，赵工吗？哎，这边有一个人说要找一个叫阳光的人。好的，请您稍等。好。你怎么来了呀？什么情况啊？阳光呢？阳光辞职了，没跟您说吗？辞职了？什么时候的事儿啊？哟，个把星期了吧？哎呀，我又得罪了是不是？他现在在哪儿？不知道啊。哎，嫂子，你说阳光会不会每天背着包出门，假装去上班，然后一个人去公园坐那个长椅上，用笔在报纸上勾勒着招聘信息，渴了就喝一口矿泉水，饿了就吃一口法棒，不都说吗？人生最苦是中年，哥这是中年离职啊，更苦。嫂子，看开点，别给哥太大压力，好吗？
你是不是日剧看多了呀？没听过咸鱼翻身，逆流而上啊？我好心，嫂子。你好，请问阳光是在这上班吗？是的，请问您是？我是他太太。有杨总监在楼上呢。师傅，你眼睛没事吧？没事，没事，就是熏得慌，睁不开眼，没进眼睛，没事，你快纸呢？没纸了。哦，对对对，你等一下，我拿纸。别弄你手上，没事没事，我帮你弄一下。就是熏得慌。衣服上好多呢，我怕你擦不掉了。师傅，啊，要不你把衣服脱下来，我帮你洗洗吧。啊，没事。没关系，我帮你脱吧。你别我自己脱就行。没事，我帮你脱吧。你别动，别用弄身上。自己脱就行，不是别别粘身上。慢点，你别粘上啊。好，小心点。阳光，哎，老婆，你怎么来了？找你拿身份证啊。啊，那个，身份证在办公室呢。好。你别生气，你听我给你解释好不好？我其实我在把衣服穿好。不是，我的衣服上都是胶水，特别味儿。哎，阳光，这是我老婆，嫂子好。你好。老婆，这事怪我，知道你出差还没把身份证给你准备出来。哎，别着急啊，哎，你别生气行吗，老婆？我就是溅了一身胶水，然后我们就去厕所洗了一下。周凯，你过来，我跟你说点事儿。妈，你怎么还不睡啊？不是等你呢吗？怎么？高密参加了一个孕妇训练班，你知道吗？不知道啊，什么孕妇训练班？他已经去了一段时间了。今天呢，我陪他去了一趟。这个班里的孕妇啊，都是老公陪着老婆去的，就他是一个人。我看着都心疼。我跟你说啊，现在可是关键时刻，你要以大局为重啊。我承认当初呢，高密嫁到我们家来是有一定的目的性，
但是从她怀了孕以后啊，我发现她什么事情都自己扛。慢慢的，我觉得这孩子还是挺不错的，比你那个汪宇啊强多了。妈，你能不能别什么事都提到汪宇行吗？还有，这高密为什么给我生孩子，你也不知道啊？我告诉你啊，不管为什么，反正他肚子里的孩子是你的，你就得关心他。下次啊，你把手头的工作给我推一下，陪他去训练班，听见没有？别弄得孩子没出生就搞得没爸爸一样。知道了，我去上楼了。你怎么了？今晚上能住这儿吗？都怪你。不是，你们家刘爱听说你辞职了，火急火燎给我打电话问我你在哪上班，我能不说吗？我应该不说吗？我敢不说吗？再说了，我之前不都教你怎么跟他说了吗？那这么长时间了，你没跟他说，你趁什么呢？那我也没想到穿帮这么快啊。行了，刘爱也不是不讲理的人，我就跟他说说就没事了啊。我跟他解释了，可是他现在出差呢，手机也不接，微信也不回，一点反应都没有，都快急死我了。该。你还笑？你有没有点同情心啊你？我还跟你说，那天我是没在，我要是在的话，我上去就给你一拳。是谁不好啊？非得是齐楠？这可真是蔫人闯大祸啊！这人啊，知人知面不知心。你问清楚了吗？不会是什么误会吧？不想问。你得给人家一个机会，让人解释清楚啊！有什么可解释的？刘爱，咱真碰到渣男那也就算了，那碰到好男人不是还得珍惜吗？怎么变得这么婆婆妈妈的？我就在你们家借住几天，不行啊？我们家你随便住，但这事儿你到底怎么打算的呀？不知道，没想好。我把手机关了，不想让他找我。那阳光还不得报警去啊？他呀，在家放炮呢。上车。我们同路吗？今天我陪你去产前训练。送你。为什么要送我东西？怀孕的礼物。谢谢。不戴上试试吗？上课的话带饰品会不方便，赶紧走吧，这个点堵车，再不走来不及了。秘密，老师，老公今天终于陪着来了，神秘人物啊。不神秘，他今天正好闲着没事儿。那我进去活动一下，一会儿开始了。好，走啊。哎，什么叫做不神秘啊？什么叫做正好没事儿啊？我今天可是推了两个非常重要的会议，特意陪着你的孩子来参加训练班。邹总，意思是说我还得好好谢谢你是吧？不客气。那个，把热水放毯子旁边，我一会儿坐累了要喝，别放太近影响我做动作，放远一点。对，就那儿。好，现在我们把双手放在肩膀上，来向前绕肩，
九、十，好，停止。我们原地休息一分钟，放松一下四肢。水太凉了，刚运动完喝凉水会影响孩子，麻烦你去帮我换杯热水。你故意的吧？影响孩子，要热水。哎，这位先生非常勇敢的主动想要为我们演示接下来的环节，大家掌声鼓励一下。你们是夫妻，两个人一起过来。好，大家鼓励一下。胎动大家一定都听过，但是听胎动的方法呢，各式各样。如何让我们的孩子更好地去感知爸爸的关心呢？下面我们就来教一些小技巧。好，请这位爸爸呢来做出平时习惯性的听胎动的动作。怎么弄？去搬后面的垫子。哪个垫子？粉色的，快。翻过来，翻过来。好，可以开始了。平时习惯性的动作听胎动。好，可以开始了。平时习惯性的动作听胎动。你听到了吗？哇，我觉得孩子在踢我。请问你贴着妻子的胃部是如何听到胎动的呢？你是不是没听过胎动啊？凡事啊都要从零开始，第一次做爸爸妈妈紧张是难免的。来，我们去尝试一下，用我们的这只手放在妈妈的腰部。好，左手托住背部，来将左耳贴在妈妈的子宫的部位。好，轻轻地贴上去。以后咱们听胎动啊，千万不要学习这位爸爸，声音太大会吓到宝宝，一定要用心去感受。对，我们下面可以去尝试一下，其他的爸爸妈妈也可以尝试一下。爸爸们帮助一下妈妈，好，轻轻地贴在子宫的部位，感受一下，很棒。去保持我们的呼吸，用心灵去和孩子沟通。好，可以尝试闭上眼睛。我们的呼吸连成一体，呼吸的频率很均匀，缓慢，把你想说的话说给孩子听。
用心灵去沟通。热的，谢谢。我知道我们以后不一定会在一起，但是这段时间为了孩子，我希望你能够尽力的配合我，可以尽到一个父亲应尽的责任。至少在让孩子安全诞生这件事情上，我们两个人的想法是一致的，对吧？其实这段时间我也试着在调整自己，我想你应该也看出来了，我也在尽量克制自己的情绪，因为我知道孩子虽然还没出生，但作为妈妈，我的每一个表情每一个动作他都能够听到也能感受得到。虽然我们不一定会有未来，但至少我想给我们的宝宝一个很好的胎教。我会尽全力配合你。嗯，很好，至少在这件事情上我们的观点是一致的。嗯，你吃点吧，很好吃的。大家还有什么问题吗？没有，没有了，没有，没有。哦，行，那先散会吧。那天回去后，没事吧？没事。你这么说，那就是有事儿。要不，我去和嫂子说一下。不用不用，千万别！你要一说的话，我怕事儿更大了。我先走了啊。走开。这几天又不接电话，微信又不回，你想急死谁啊？别置气了，啊！有什么话咱回家说也行不行？等回了家我给你解释行不行？咱别在小姨这儿闹，让人看笑话，啊！你看你还来劲了，你说咱俩这么多年我什么人你还不知道？我跟秦楠什么都没有，根本不是你想的那样。老婆，难道别不高兴了啊？阳光，哎，你还爱我吗？你干嘛这么笨啊？我当然爱了。咱俩在一起十年了吧？这十年，我不管发生什么事儿，第一时间会告诉你，因为我觉得在这个世界上，我妈和你是我最爱的，也是最信任的人。
所以在你面前，我刘爱是毫无保留的，对吗？对对对。那你呢？发生了这么大的事，为什么不告诉我？发生什么大的事儿了？不是你还不明白，我是怕你生气，怕说出来你不开心。我就是去他公司干活了，他给我开的条件比原来那公司要高一倍，而且我在原来那公司你也知道，就那些人，我在那儿根本待不下去。我这不是也是想，咱们房贷什么压力这么大，我是想多挣点，帮你分担一些压力。我这之前我跟他拜把子那个，你要看见你就不高兴。我后来我在想，我跟他在一块上班，我是想找机会再跟你解释一下。可是你看，我那不知道会出现今天这种状况啊。阳光，我说了半天，你根本就不知道我为什么生气，对吗？啊，我生气不是说你跟秦楠有什么，我生气是你不应该骗我，知道吗？十年了，我突然觉得你特别的陌生，很可怕，你知道吗？你说这个家你要撑起来是吧？我是谁？我是你老婆，你有什么事情你应该告诉我。我觉得咱们俩呢，都冷静冷静，先分开一段时间吧，都好好想想。蜜，你老公呢？啊，他忙，他也来不了。哎呀，那珠海公司那么大，他肯定忙。哎，蜜，你先抬头催催他。不用催了，催了他也不会来。话痨啊你啊，爱来不来？哎，哎呀，忙成那样啊，奶奶家聚会都来不了。姐，妈一个人在厨房呢，你放心啊。你怎么不去看看呢？你不是疼我吗？去嘛，就会撒娇，你怎么不去啊？哎呀，我的妈呀，都等着您呢。你们俩这肉得现喂，这味道才对呢。哎呀，小爱和高蜜啊，就馋这口。您让我哥炒不就得了吗？你哥能炒我这水平啊？半下午的辣椒啊。哎呀，我跟你说呀，这肉啊是我大嫂说拿回来的，老刘啊，他知道我做辣椒炒肉，特意给我留的。妈，那老刘对你还有意思吗？丫头疯了，你跟他妈这么说话？妈，这不夸您吗？说明你有魅力啊。去，你还是多管管小爱吧。那阳光为啥不来呀、啊？对，没说不来吧。哎呀，也许俩人就闹点别扭，没事儿。你可得好好说说小爱，你说他这脾气，那老欺负人，那阳光再老实也得出事儿啊。您哪知道谁欺负谁呀、啊？妈，小爱是您外孙女，您别胳膊肘向外拐啊，老向着外人。我这也是为咱家闺女好啊。你说阳光那么老实的孩子，你以后上哪找去啊？也就是阳光吧，换了别人啊，谁能受得了他那暴脾气？哎，妈，他们的事儿啊，咱不管，咱也管不明白。哟，阳光来了。哟，你怎么才来呀、啊？他就都等着你呢。高大上，不，你是不是有点过分热情了？那我跟邹凯没有交情，那阳光我必须得叫啊。听说我可不是为你俩，我是我妈。来来来，
这我又不想让奶奶生气。哎，你还省点心吧，我妈不就是想求他一起吃个来了。哎，大舅，迟到了啊，迟到了啊。是是。哎妈。哎。回头你得罚你陪我多喝两杯啊。好嘞，这给您拿的酒。哟，瞧见没有？关键时候还得阳光。阳光，快过来吧。哎妈。哎呀，那个还一个菜，咱们就开饭。啊，好好，哥，你赶紧过来吧。看着酒。妈怎么还不来啊？正在给他们做他们最爱吃的辣椒炒肉呢，还不让我管，把我赶出来了。哎呀，你们两个。可是你奶奶的心肝宝贝，有口福了啊，有口。我去打个电话。吃饭呢，打什么电话？行啊，忙，特忙。呀，酒杯好像不够吧？喂，你现在能来趟奶奶家吗？没什么，就想一起吃顿饭。哎呦，这妈，怎么了？妈，哎呦，哎，怎么回事啊？怎么了这是？哎呀，没事没事，别担心啊。医生，医生，放心啊，病人现在情况已经基本稳定了，暂时还不会有什么生命危险。你们都是病人的家属啊？是是。那您是？是儿子。哦，是这样，病人情况现在有点复杂，你跟我来一趟吧。啊，行。就我们去，跟小爱一起。妈，怎么办呀？没事没事。哎呀，邹凯，你怎么才来呀？奶奶怎么样了？啊，暂时稳定了，但是具体还没说呢。你快看看蜜月，她吓坏了。走吧。哎呦，病人呢，患有二尖瓣膜关闭不全，如果不及时手术的话，很可能会有生命危险。那岁数这么大了，会不会有风险啊？就是鉴于病人年龄的问题啊，存在很大的风险，所以需要你们家属考虑一下。大夫，给我点时间让我想想。小爱，小爱，那个你先回去吧，他们要是问的话，我就说你加班。你还生我气啊？咱俩的事儿别让我妈知道啊。姥姥病了，我妈已经够闹心的了。啊，那什么，要不你回家住吧，我去大刘那儿凑合几天。再说吧。哎，你俩干嘛呢？姥姥醒了。奶奶，想不想喝水啊？姐，小娃，哎呦，都来了。小可爱，以后不许这么调皮，听见了吗？别怕，阎王爷不要我，说呀，我还没看见我的宠爱孙子呢。不难受了？哎呀，那什么。这都忙一晚上了，要不都回去歇着吧啊！明儿休息好了，该上班上班吧。对，你们都走吧，我跟我哥在这儿。行，那爸，姑辛苦你们了。那我跟邹凯先回去了，然后等我们休息好了再来替你们。那不行啊，你现在怀着孕呢，哪能来往医院跑啊？你还是先回去吧啊！那个邹凯，你赶紧送秘密回去。要不这样吧，我出钱多找几个护工，这样大家都不辛苦了。干嘛？邹凯，心意领了啊。其实我们家也不是说雇不起护工，你这外人和家里人看着他，感觉不一样。不是，你这孩子也是好意。就是爸，这邹凯不是故意的，你们千万别误会啊。他主要是怕大家守一晚上太辛苦了。理解。嗯，知道。
谢谢啊，走开。那个奶奶，我回头再跟他来看你啊。回去吧。行了行了，奶奶，那我们先走了啊。哎，行了，嗯，走吧，赶紧走吧。你们两个路上注意安全啊。放心吧。哎，好。阳光，来，阳光，姥姥，嗯，好好照顾小爱，他要欺负你，你就告诉我。姥姥，嗯，你俩先回去吧，嗯，走吧，走走，顺儿啊，嗯，先走了吧，行了，我回去吧，就先走了。不用，先走吧，跟我妈有事说呢。行，那回头联系吧。行，妈，我做饭去了啊，去吧。啊，姐，我送你，辛苦了。哎，哎呀，慢点啊。哎，怎么回事啊？嗯，怎么不一起走啊？那个不是路，演戏呢？没有，演什么戏啊？我跟你讲，别装，我刚才都看见了。怎么回事啊？真没事儿，小事儿，嗯，别多想，嗯，就别多想。我告诉你啊，你姥姥现在躺在这儿呢，这事儿可不小，你别在这儿给我添乱，听见了吗？听见了，我没那么不懂事儿，说了你也不懂，走吧。行了，别操心了啊。我说什么了？还我就不懂。你要出去？嗯，有点急事儿。姥姥怎么样了？啊，病情算是稳定了，但是得做个大手术。刘爱呢？原谅你没有？没呢，我得还得在你这多凑合几天。我是没问题。但你总得有点打算吧？我有啥打算？我也不知道他什么时候消气。等他消气得等到猴年马月去，主动承认个错误，自觉点儿。我什么都没干，我认什么错啊？轴呢你？你想不想回家？想不想刘爱不生你气？那不就结了吗？承认个错误又不会掉脑袋。我什么都没干，我还得给他道歉。那我道了歉，是不是就代表我承认我犯过错误啊？我为什么要承认？我不跟你说了，我赶路。你有毛病你！我回家换套衣服。嗯。晚上我去医院，你呢？嗯，我也晚上去吧，我妈她不让我老去。行，那晚上见。姐，你和姐夫好了吗？没呢。不是，你这打算气到什么时候啊？我告诉你，秘密，这是原则问题，知道吗？我的好姐姐，有这么严重吗？哎，你们是不是都觉得我在无理取闹啊？阳光这样，我妈这样，你也这样。哎，别，姐，我无条件站在你这边，真的，你千万别生气啊。行了，知道了，挂了吧啊。晚上见。嗯。什么情况？不听话，冰箱里有思念水饺，煮五分钟就可以了。
回去歇着吧。我就不回去。没事儿。没事儿，没事儿，醒着呢。你醒了。阳光呢？怎么你自己阳光都没来啊？他加班忙。年轻人忙点好。嗯，一个小可爱。哎，舅，你们回去吧，换换衣服，歇一歇，我在这儿行。哎，媳妇。快点带你回去。嗯，那我先送你回去。嗯，行吧。嗯。妈，哎哎，那我们就先回去了。嗯，妈，快走吧。有爱陪你呢。妈，好好养着啊。那个，中午我再送点粥来。对对。还有小咸菜。好。行，你快回去吧。小爱。哎，好。别让我多说话啊，大头让你休息。还不让我说话了。有医生规定的，又不是我规定的。快走吧，放心吧。好了，哎，慢点啊。哎。坐下吧。叮。再高点，再高点，行吧。停。可以了，这样抱枕头往下点吧，往下哈，哎，稍微一点点好，啊，好，好，好，来，小爱啊，你又太别扭了，哎呀，紧吧，不行，这个是监测你的健康情况，不能拿怪啊。好了，小爱啊，跟姥姥说实话，是不是又欺负阳光了？姥姥。我欺负他干嘛呀？再说了，我这么柔弱，你蒙得了别人，能蒙得了姥姥？以前哪次啊，不是把邻居那些半大小子打得哇哇哭，你还柔弱？你不能揭我短儿，那是小时候好吗？我现在我多女人啊。嗯，小爱呀，姥姥跟你说，阳光这孩子啊不错。你别总欺负他老师。没有。你和阳光几年了，姥姥虽然老了还没糊涂，你和阳光已经十年了。我就记得呀，你第一次把阳光领到咱们家来那天，哎呀，你笑得那个美呀，我看你长大也没见过你那么笑。哎呀，不至于啊。姥姥就觉得呀，这个男人你找对了，是你心里的那个人。姥姥，我心里确实有的，但是这个是相互的，他心里也得有我呀。姥姥不是跟你说过吗？看一个人呐，不能看他说什么，要看他做什么。这十年来，阳光对你的好，我们都看得见。他不光对你呀，对你妈，对我，对咱家每一个人，都实心实意的，把我们当一家人。这可不是短时间呐，是十年。要是他心里没你，不是因为疼你，他不会这么做的。这个人呢，他捡了钱可能开心一会儿，丢了钱就能难过很久，别人的好很可能啊就轻易的忽略了。有人如果稍稍做了一点不好的事，就会记得很长时间，很长时间，甚至一辈子。为什么不能多记点让人开心的事儿？把不开心的事啊，忘了就忘了吧。孩子啊，你时间长着呢，能找一个对你好、你有爱的人，不容易。
问我到底发生什么事儿了呢？我不问，我就知道两个人在一起应该互相包容，互相理解。无论发生什么事，你跟阳光不能分开。你们之间的感情啊，姥姥看得见，姥姥就希望你们能好好的。好了，嗯，放心，一定好好的。好。抠鼻子呢，咱们娘俩，好好，赶紧起来给我做辣椒炒肉啊！明白。哥，我现在就去医院了啊，那个剩的菜都在这儿，晚上的时候你把饭热一下，再去换我就行了。现在吃啥也没味儿啊，哥，你别太担心了。我觉得妈现在的精神还行，妈还得赶紧做手术吧。妈同意了？她没说。那你跟她说的时候，她怎么说的？我说他再想想。哥，那要是不做手术的话会怎么样啊？医生说了，要是不做手术，我连一个月都挨不过去。哥，还是得做呀。反正这事儿呢，我觉得主要还得你跟妈多沟通，她听你的，看看她到底怎么想的。但是不管怎么样，做不做这个手术，妈这个年龄了，咱们都得做好思想准备。那你快去吧，别让妈等着。好，那你中午也歇会儿。行吧，妈到底怎么决定的？手术做不做？她好像还在犹豫，就下了决心。这么大岁数了，哎呀，是啊。哎，你说你跟着干嘛呀？姑不是担心奶奶吗？那你现在怀着孕呢，就没事别往医院跑，有什么事我叫你好不好？现在得休息好了。让他们回去吧。对呀，我在这陪你。对，你也回去。哎呀，没事。我跟你说呀，咱日子还长着呢，可能是持久战。你想想，手术之后，咱们还得，是吧？都得照顾啊。好吧，你们都回去。没事，你把他送回去啊。那今天晚上你们守在这儿，明天早上我来换班。再说，到了再说啊。都辛苦，行，快走，快走吧，快走。辛苦了，好，你慢点啊。哎，王大夫，这么晚了，你们来医院干什么呀？哦，我奶奶病了，刚抢救完。哦，那有什么需要随时找我。谢谢王大夫。嗯。
你怎么一句话都没有啊？没什么想说的。什么情况啊？小姑，你刚才看到王大夫，怎么看起来怪怪的？我有吗？我都没注意，脑子里一直在想别的事儿。我知道你是在担心奶奶。你奶奶年纪大了，生老病死不都是人之常情吗？其实小姑你和我爸一样，只要不说话就是心里都有事儿，在我面前你就别逞强了。其实那天在急诊的时候着急回去取钱，你一遍一遍把电话打过来，我就知道你心里有多着急了。那天我是故意不等在手术室门口，我想只要我在家，你奶奶就一定能回来。奶奶一定不会有事的，奶奶福大命大，她人那么好，老天爷一定会保佑她的。对了，你看你，没事，我想回去陪陪我爸。奶奶现在生病了，我爸肯定很着急，你要不跟我一起回去陪陪他们吧。你回去吧，回去陪陪你爸，陪陪他聊聊天儿。我给你送回去。行，没事的，一定没事的。你是不是还有别的事要忙？那你就放心去忙吧，我爸这有我呢。我还要再去个别的地方。如果有人爱上了在这亿万颗星星中独一无二的一株花，当他看着这些星星的时候，这就足以使他感到幸福。他可以自言自语地说，我的那朵花就在其中的一颗星星上。但是如果羊吃掉了那朵花，对他来说好像所有的星星一下子全都熄灭了一样。这难道也不重要吗？爸，羊真的很讨厌。为什么呀？因为他吃掉了小王子最重要的花，而且是唯一一个。可能他吃的时候不知道吧。那我也讨厌他。西西，这都是编的故事，别当真啊。姨也说这是个故事，不过她说现实比这更残酷。我觉得高阿姨说的比你有深度。爸爸，我觉得高阿姨人特别好，我特别喜欢她。你呢？我？你喜欢她吗？亲爱的，你怎么跑这儿来了？我来找你的。你怎么知道我在这儿？你看，你真的很漂亮。你给我一点时间 ，OK？ 一点点。今天没有时间跟你聊，你赶紧让开。我今天真的没有这个心情。你干什么呀，戴维？这是你大庭广众啊！你疯了你！你快让开！你快松手！让你松手啊！你走不走？走不走啊？
所以从小呢，家里人都疼我。后来我非要出国念书，我们家条件很一般，全家人都凑钱，我就想着我怎么也得有出息，才能对得起他们。回国以后，我除了工作就是工作，我以为等我什么都有了，就可以好好的陪家人。我没想到是这么个结果。我妈说不行就不行，以后再没机会陪她。其实咱俩差不多，虽然你面对的是老人，我面对的是孩子。自从孩子他妈跟我离婚以后，紧接着孩子又生了这个病，这几年我的生活重心就只有孩子和工作。我是又想拼命努力的工作挣钱给孩子治病，同时又想多一些时间来陪孩子，但是这怎么可能呢？哎呀，所以啊，这应该就叫忠孝不能两全吧。这话说的不太准确啊，没办法呀，这就是生活，这就是生活。